贾乃亮日前现身北京，携吴京安、张志忠等实力演员共同为其联袂打造的公安巨制《便衣支队》宣传造势，为了圆自己幼时的英雄梦，此次贾乃亮不仅一改往日英俊小生形象，更是主动请缨演绎永葆正义、热血忠诚的80后新一代民警，大过一把硬汉之瘾。而若想成功塑造人民心中的英雄形象，自然也并非易事。人民突击，捉拿罪犯。各行动注意，各行动注意。我是 A 行动总指挥梁永强，我是 A 行动总指挥梁永强。目标已出现，目标已出现。水警支队，水警支队一二小组，迅速赶往江湾码头，一定要和特警配合好，一定要和特警配合好。我要演绎的是我们的人民英雄、人民烈士，所以我必须要努力，只能成功。所以在这方面还是对自己特别特别的狠。然后呢，几乎每天工作，几乎每天超时很多个小时，只能睡四五个小时的觉。然后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已经完完全全特别疲惫。所以那种。不过贾乃亮此举似乎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这边为争取英雄一角吃尽苦头，另一边却因太过疲惫而越发显得沧桑成熟，反而被准新娘李小璐大赞爷们不少，夸得贾乃亮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。他说你变了，我说是不是变得不帅了？他说你变得更爷们了，我更喜欢你这种气质，因为从你的眼神还有从你的整个一种男人的质感来说的话，你是不是经历了